说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哈，比如说资料库，其实问了很多种方式，不过最后他给我的答案，我觉得不太满意耶。他其实最后还是用什么？用 Find A 啊，那个 Find A 指的是什么？寻找那个 A 这个字的位置，A 在哪？就这个字啊，他寻找这一个，然后把它什么减一，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取出来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以他的公式哦，比如说我用他的公式哦，把这个公式复制之后拿过来用哦。或许哦，第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，但是后面的问题好像就没办法解决了。我应该知道 OK，但下面其实就不 OK 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有些都错误了哦。所以有的时候哦，像这种中文字的问题哦，其实对他来说是有点困难。而且哦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在英文环境应该也比较少见的，像全形跟半形的问题。所以这一题哦，其实比较复杂的是说，你必须要解决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中文的问题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还有就是什么？那个全形字跟半形字的问题，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出来？这个 SS 有没有？这个哦，它其实是什么？它是全形的。那你说老师，那半形是长什么样的？半形你在旁边打打看就知道了，有没有？你打一个 ACCESS 有没有？你会发现哦，这个是半形的。这个我假设你一般用键盘打的话是长这样。好，然后如果假设啦，那你说老师全形怎么打？全形的话，你们也可以试一下。全形我记得好像以前会比较常用，现在比较少用了。好像 Shift 加空白键吧？就是你按 Shift 加一个空白键哦，按一下。然后这边如果是全形半形的话，我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浮动在上面，它会变成怎么样？它会变成那个好像本来是一半的哦，变成整个全部哦。啊，如果你打字，我看一下这个 Shift 加。空白键哦，AMCCESS，有没有？这个时候呢，这边呢就变全形了。那比较麻烦的是说哦，特别注意哦，在电脑里面哦，它会认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哦。那你会造成错误。那以前可能在旧的资料里面常常会有全形，不过目前好像现在越来越少看到了哦。只是说呢，这个在电脑里面它是区分成不同的东西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哦，一般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啊。第一个哦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如果我要把全形变成半形的话，把这个变成这个的话，那其实哦，各位可以想，我用旁边这边练小了，在这个一栏的这个储存，一二储存格里面哦，其实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。函数的话，在那个文字类函数里面哦，其实是有一个哦，可以专门让你转换资料的哦。啊，其实怎么知道到底是怎么转换？其实跟各位讲哦，以后你们稍微注意看一下哦，在插入函数的这个类别你选取之后哦，在它的下方有没有？这个是某一个函数对不对？它下方会告诉你这个函数的用途有没有？它底下其实有讲到哦，这个 ASC 呢，它是将什么呢？全形字元，字元指的是这个字嘛转换为半形字元，那刚好不就是我们要的需求了？OK，所以如果假设哦，我希望把这个 SS 这个全形，把它转成像这样的一个半形的话，那很简单，你就第一个选 SC，有没有按确定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选这个资料给他，那你会发现哦，他做了什么样的改变？有没有发现？这个时候有没有？他就会帮我把这一个全形字。改成全部都是半形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？哦，你可以看预览就知道了。哦，按确定应该就成功了。OK，按确定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全部都变半形了。OK，好，第一个问题可能就可以解决了。哦，啊，我是建议的哈，因为呢，如果你要解决哈，这个把中文字提取出来这个问题，第一个先要把这里面所有的资料哦，尤其是英文的部分，全部都变成半形的，那如果你要变半形的话，哦，你变成你一定要 ASC 这个函数，OK 哈，啊，不过啦，哈，如果假设啦，哦，那相反，那这个不是，应该今这个阶梯不用到。如果相反，你说老师，那可是我未来我有个需求，不过这个需求可能比较少了啊，但顺便讲一下，如果我要把半形转换成全形的话，那应该怎么做？OK，啊，其实一样嘛，插入函数嘛，你可以看到文字类函数类别里面文字哦，当然哦，其实还好，它的位置并不远，A 往下两个，有没有看到 Big 五有没有？这个函数呢，下方也跟你讲哦，
将什么自圆自串中的半形转换成全形，哎，其实不就刚好颠，所以 AC 跟 B 我刚好颠倒，一个是转半形，一个是转全形。OK， 那就简单的嘛，哈。OK，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然后把资料给他，比如说你要把什么，把这个是半形，那你不要再拿全形来转，全形来转还是全形哦。我拿这个好了，有没有？它本来是半形的，有没有？转换成全形就是这样子，按确定就 OK 了。哎，有没有？所以转回来了，所以等于是多学两个函数，一个是 ASC， 好，是把全形转半形，那一个是把半形又转还为全形。OK， 哦 ，OK， 所以这两个函数有概念。哦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呢，哈，哎，如果呢，你说老师，那我要怎么知道说到底哈，哎，这个里面的这个中文有几个，到底英文有几个？那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式哦？那我这边提供给各位几个方法哦，我想到的啦哦。这个底下我从这边练习哦。其实你们插入函数的时候，前面好像我们有用过一个函数叫 len，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？在第一堂课就讲到，那 len 的话是算什么？算那个字，就是某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嘛，对哈、哦？比如以这个储存格来算，它是几个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嘛 ，OK。所以如果你用 len 哈，哎，问一下这个有几个字，它回来刚好十二个，有没有？哎，按确定。好，那你说那这个有什么用途？其实跟各位讲哦，我们再插入另外一个函数，你往下看哦，其实在 len 下方哈、哦、会多一个函数。叫什么 ？len 跟它很像哦，可是它后面多一个 b， 哎，那 len 跟 lenb 有什么不一样哦？那跟各位讲哦，这个 b 的话呢，指的是算什么？算 byte 数哦，哎 ，byte 这个好像很遥远以前学过，计算机概论以前有讲过哦。跟各位讲哦，那如果假设你算几个字用 len， 可是如果你要算几个 byte 的话呢，那你要用 lenb， 哎。可是以这一题来看有什么差别？那跟各位讲哦，这边有一个原理原则，就是呢，如果在 Excel 里面哦，假设是如果你算 byte 的话，中文字哦它是乘以2哦。OK， 特别注意哦。所以呢，以这边来看哦，哎，它这边算出来的话它是12，可是如果你用 byte 数来算的话，因为呢中文是乘以2，所以变成说有三个中文字。所以必须要再加多少？加3，哎，15个。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哦，会需要再乘以2。记得哦，如果是全形，我看一下，好像 Excel 这个一好像也是全形，所以这个也要乘以2。也就是说哦，可能要在12的话哦，可能要再加4吧，我看一下哈、哦。所以 lenb 哦，插入 lenb， 然后选这个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得到的结果哦？他是跟你讲说有几个 byte， 哎，16个 byte， 为什么16个啊？因为我刚刚讲中文哈、哦、一律乘以2，所以有3个嘛哈、哦，所以就等于是加了3。Excel 一呢也是乘以2，所以呢又再加，所以加4的意思，哎，加12加4，那不刚好16 ，OK， 好，按确定就 OK 了。哎，那你说老师，那这几个函数哦，到底有什么？哎，有什么用途哦？那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只要知道几个函数，第一个 ASC 的话，第二个 LEN 跟 LENB 的话，其实你这一题你就做得出来了。OK， 好、哦、啊，最后再配合 MID 啦，哎不是 MID， 应该是 LAPS 就可以了哦。啊，这个怎么做哦？请各位试试看好了、哦、我刚刚把重点回顾一下哦，这个是打全形字哦，全形字记得哦，这个按键比较麻烦哦。哎，如果你要打全形的话，理论上是按 Shift 键按住，再按空白键，哦，它就会切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刚是全形，你如果再切，它就变半形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好是全形，哎，不，刚好是半形。我看 Shift 加上 A 空白键，然后我打一个 A， 哎，有没有 A C C E S S？ 这个时候的话呢，那它就会变成全形。如果你要切回来哦，就刚好再按 Shift 加空白，它就切回来，哦。啊，你们先试试看好了、哦、然后想想看，哎，如何透过刚刚的这几个函数啊、哦，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哦。